回是他吃南桃，到土豆头，其实感觉还是有点可怜的。走吧，看你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做盲女？啊？哎呦！好不好？麻烦你注意一下安全。他们好着急哦。哎呦，小胖！去拿那个鞭子给我。啊，小胖，本身是白发线的。这个老鼠跟你斗智斗勇哦，看到它的脚、手，啊，让开让开，狗狗下去了，哎呦，让开让开，又是欢捡漏是吗？欢捡漏啊！哎呀，反正是狗狗又合力搞定了一只老鼠，突然一下的。闻缝里吗？里面外面？外面有一条尾巴，你看，对吧？你看这条尾巴，叫他爸来。哇塞，爸你这么厉害，不动声色，躲在里面吧，爸。爸，不愧是爸姐。